你们怎么也不吃啊？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在想念你们的主人？当初，南贤是不是也一边喂你们吃饭，一边在等我回来？我终于明白了，等待是一种什么心情。南贤，都过了半年，这幅拼图还是找不到最后一片，是否真的没办法圆满了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它。这些曾经一起走过的街道，你可知道我有多想你？好希望你会突然出现在某一个角落，找遍了与你去过的每个地方。如果再找不到你，我该怎么办？南贤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高总，温暖，找到南贤了吗？还没有。明天就是咱们新产品的发布会，大家都在等你回来主持大局。
嗯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有关于气球有另外一个说法，不管它飞得多高，飞得多远，只要线在你身边，它就会永远在你身边。Who told you to do this?原来被人丢下的感觉是这样的脆弱无助，像心口最软的地方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，痛到无法呼吸。这样的痛我经历了短短几个月就受不了，而你竟然承受了那么多年。南贤，这一次换我来找你吧。我拼了命忍住对你的思念，在这里等你。想问你为什么现在才来？为什么让我等了那么久？但是当我看到你那一刹那，温暖，我只想紧紧地抱住你。无时无刻不在想，到底还要再过多久，多少年，你才可以回到我的身边。还好啊，我今天终于等到了。不管过去多少年，不管遇见什么人，不管经历了多少事，不管我身在何方，我爱你。从来就没有变过。我好怕，我再也没有你的消息，我会真的失去你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分开的这段日子里边，我想让你下一个决定。就是在未来，不管面临再多的困难，我们两个都要一直走下去，也不要轻易说放手。我们两个这么多年经历过来，其实我最想要的就是这样平淡的跟你过后半生，在哪里都好。看到我是不是应该？我不想放开。怎么？我不想放开你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就像这个气球一样，只要你把它系在手里，只要你不放手，
不管他飞得再高，他都永远是属于你的，知道吗？嗯。笑什么？嗯？从今天开始，你温暖再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